大鹏啊，这件事儿就没救了吗？能保还是保吧？保不了。当初做移植时候，大夫就说了，胚胎等级低，风险大，建议不要植入。那我怎么不知道啊？这件事儿你们怎么跟妈商量啊？ 啊，妈好给你们出主意啊！你还记得那顾阿姨吗？那当时怀孕的时候，人医生说胎儿有心脏病，可是她坚持要生啊。那等生了以后，这孩子还没上小学呢，就没了。你说，本来就决定不要了，到最后说，她又改主意了。那你怎么不拦着她呀？ 你说在生孩子这个问题上，他哪次作对过呀？你就不能由着他的信儿来呀？你说老这么来回折腾，这还有指望吗？是吧？我还能抱上孙子吗？你也别这么说了，他这次不也是为咱家好吗？也在努力嘛。对，好好保养着，能恢复。行了行了，别跟我保证了啊！ 我看我这辈子也是没孙子的命了。您别说了，行了行了，行了啊，儿子，好好养着啊，没事啊。 想哭就哭出来吧，反正咱们也没外人啊。啊，我已经不想哭了。第一次宫外孕，还值得人同情。这一次是我自己的选择。你别泄气。哎，你记不记得那个谁唱那个《泰坦尼克》的那个 Celine Dion， 他就是做了好几次的试管婴儿都没成，42岁才成。 你才37呢，来得及。就是，来得及，来不及，我都没有勇气再试了。我没有胆量再接受失败。而且这两次手术，我的子宫内壁已经很薄了，再次着床根本不可能。如果真怀上，真正中头彩了。谁说的呀？医生告诉你的，净自己在这瞎琢磨。就是，人生嘛。 嗯，不想吃青菜啊！哎，吃点排骨。林君吃吧，我不想吃。还是你吃点碗绿油。那你吃吧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吃素吧。吃素了？嗯。那营养跟不上啊。哎，我半截入土的人了，要那么些营养干嘛呀？ 吃了也是浪费。
刚做完手术，别老在这站着，回屋歇着啊。我知道你妈妈肯定特别恨我，她说她吃素，我知道就是因为我。她真不是冲你来的。真的，我知道他为什么吃素，他以前也吃过素，他就是血压高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想吃点素把血压降下来，这跟你没关系，你就别胡思乱想了。你赶紧回屋躺吧。我知道跟我有关系，两次都失败了，我不能再给他希望了。他心里埋怨我、恨我，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，我没有怪他。真的没人怪你，你们俩都怎么了？不要再闹了，好不好？是罪是你受的，我现在心里也承受不了了。你不要再给我压力，行不行？赶紧回屋吧。知道咱们家现在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这心里头憋得慌，我没有人去说呀，我只能跟你说呀，我跟你当面当面两回了，三个孩子全没了，多可惜呀、啊，我太心疼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心愿可能实现不了了，我觉得我对不起你。我跟你说，咱们唐家可能以后就绝后了。你说我怎么以后怎么见你啊？我跟你没法交代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我有的时候我就想埋怨你，你的心怎那么狠呢？啊，你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，你撒手就走了，你自己躲清静去了，这一大摊子事都扔给我一个人管，你说我这命怎那么苦啊？我跟你说，我真累不了了，我也受不了这刺激了，我这命太苦了。你说我跟谁说去啊？我只能跟你说呀，俩孩子比我心里还难受啊。人家生个孩子怎么那么容易，到咱们家怎么这么难呢？就啊。剧情一分一秒的模糊，听说是爱挥霍的国度，总在人前幸福，然后却更孤独。相爱的人相爱到很麻木，看过很多很好的结束，有点难过，有一点羡慕。迷了路，以前我认为人生最大的价值就是设计出完美的大厦，孩子谁没有，事业才是最重要。可是今天我才明白，孩子对于我人生的意义，他们能够让我更完整，也能让我们俩更完整。
我想生孩子，并不是为了安抚你母亲，也并不是为了挽留你，我就是想生一个属于我们俩的孩子。如果有一天我们俩老了，有一个人发生意外了，那留下来的那个有多可怜呢？孩子就是我们生命的延续。我决定了，我要去做试管婴儿。我找最好的医院，最好的专家，用最快的时间怀上爸爸的孙子。我要完成爸爸的心愿。你妈这一关我肯定过不了了，我跟你们老唐家算了香火，你再去找我，找一个年轻的，能给你多生几个孩子。咱俩离婚吧。不要敷衍的坚强，我要把这爱情繁荣的景象绽放在眼眶。我也想地老天荒，像从没爱过一样，那种天真很早就。林真，你往哪去了？你怎么不跟他一块儿去啊？废话，一块儿去还叫不辞而别啊？我现在电话打的不接，短信不回，哎，我给他爸妈倒是打通了。嗯，你知道俩人怎么说吗？说我们闺女现在挺好的，你就不用操心了啊。夏夏农，你不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，估计是恨上你了，你把人家闺女搞得不能生了，她能不生气吗？怎么叫我把他搞得不能生了？我啊，就算之前是我逼他要生，那第二次我坚决反对了，我还觉得冤呢。我反正现在说着也没什么意思。大鹏，我建议你啊，别这慎着了，赶紧买票奔上海，当面跟他讲。讲什么讲？就这么点事儿，越讲越难受，就像往伤口上撒盐一样，怎么谈怎么疼。现在啊，先冷静冷静是好事儿。要不你问问那一去，那一我估计跟他有联系。那一。行，我找他来。慢点开车啊！哎，老唐这关难过喽。为什么呀？根据我的经验以及对林军的了解，他们的事儿很危险。你想，林军多要强啊，要强的女人最不愿意欠人家的。老唐是独苗吧，怎么着也得给唐家留下个一男半女。就算他为了林军，他可以暂时不要孩子，但时间一长，林军心里的歉意只会增长，他不会减少。这过日子啊，可不像咒发誓那么简单的。这女人挣钱再多，事业再成功，生不出孩子，她总是挨人一刀的。而且
两人以后还不能再闹矛盾，再拌个嘴什么的，一不留神就会往孩子的事情上扯，林军肯定特敏感。经你这么一分析吧，我觉得他们俩这日子是过不下去。什么事那么高兴啊？就是你给我介绍那倩倩啊，终于答应跟我见面。是吗？你不说我都忘了。怎么样？前几天子清还问来着。还是那句话，说的对，追老女人要猛，骗小姑娘要哄。这不让我发短信吗？嗯，我现在都快训练成一作家了，终于跟我见面了。嘿，我一不小心还培养出个作家来啊！哎，见面的时候，带点礼物去，别空手啊。哎，你放心，这不用你说，我有经验。嗯，对，打开，别弓背，双肩往后，这抬头。哎呦，这么难的？是你笨。阿姨，好。哎，阿姨。啊？哎，你看这是谁呀？哟哟哟，好好。哎，谢谢。好久不见了，是是，我听大姨说你回来了，啊，这也没机会碰上你，挺好的啊，挺好挺好。哎呦，还是老同学见面亲，我跟你说，哎，那谁呢？啊，林军呢？他怎么样？听说现在都大设计师了。是是，还行，还可以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那个没事，你们先练，我等会儿你。没没事，没关系，有事你们聊。那我就跟他说几句话。你先啊，行，聊你那找时间咱们聚聚。聚一下，聚一下。好嘞，啊，别老弓背啊。哎，我知道。你是问林军的事儿来的吧？啊，他跟你联系了吗？他中午给我打了个电话。哎呦，说什么了？嗯，反正我能感觉到他情绪特别低落，特别压抑。他说他本来不想让他父母看见他那样子，可不小心还是露出来了。你说老两口看见能不心疼吗？还说什么？他说的倒是不多，但是我真感觉到他很绝望。这次这事儿对他打击太大。能不能用你电话给他拨一个？我打他不接，我想跟他说几句话，挺担心的。不行不行，他在电话里特地嘱咐我，让我告诉你别去打扰他，别去找他。他现在除他父母，谁都不见。不是，那是见肯定我不会去找他了，我就想跟他说两句话。嗯，我都答应他了。帮一忙，那我就说两句啊，求你了。哎。喂，你等一下啊。喂，哎，媳妇儿，哎，我挂了。啊，挂了。要不再打一个？他肯定不会接了。这是一座不属于谁的城市，每天上演着悲欢离合的故事，繁华背后太多人已经迷失，于是我们都学会相互掩饰，总是怀念车塌落叶的日子，回忆都是带你冒险的故事，幸福的味道原来是那么真实，只是为什么就这样一天天消失，太多的人因为相爱所以固执，是对是错不再重要，是无谓的坚持，太多的事因为遗憾所以有交织，我们在乎什么，我们忘了什么，
林君，林君，林君。回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我去接你啊！爸妈的挺好吧？都挺好的，他们也都挺好。哦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我想跟你谈谈。着什么急啊？你刚回来，我先给你做顿饭吃，吃完饭再聊呗。我想现在就谈。坐吧。什么事儿能这么严肃？你要不喝水，给倒杯水。我不用了，来坐吧。怎么了？我这次回到上海，不仅仅是陪陪我爸妈，我也想了想我们之间的事情。我觉得，我们还是分开吧。分开？什么意思？离婚呢？你消失这几天，回来跟我说这个，跑到上海琢磨这个去了。我再说的清楚一点，这个事情我跟我父母都商量过了。啊。他们尊重我的选择，我希望你也同意。不是我同意什么呀？你跟你父母商量，你这跟我离婚，你得有个理由吧？我不能给你们唐家生孩子，不能给你一个健全而幸福的家庭，这不是理由吗？这家庭幸福不幸福，健全不健全，就看有没有孩子。那那么多家庭没孩子，不也挺幸福的吗？周总理就没小孩，不就挺幸福的？再说，大夫说了，咱也不是完全没机会怀孕的，你还是有希望的呀。比中彩票的希望还小，还叫希望吗？我不想再折腾了，我不想耽误你，就这样吧。你这是干嘛？你还来真的呀？我希望你能好好考虑一下。今天晚上我住酒店，明天我来拿东西。喂，你好，是房屋中介吗？我姓林。我想在望京附近租一个两居室的房子，对对，干净就可以，家具家电齐全，我拎着包就能入住的那种。我很着急，明天能看吗？好，那我等你电话，谢谢，再见。早，林副总。所长在吗？哦，校长他在办公室。所长，我知道我耽误了不少工作，我会抢回来的。我希望所里以后有什么项目，还是交给我来设计。你身体盯得住吗？自从你决定要孩子，工作就一直断断续续的，很多项目都延误了时间。哎呀，这让我们非常被动啊。我知道，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全力以赴。不再松懈，林君啊，你的变化真是让我摸不着头脑啊。还是先把你的个人问题解决好了吧。所长，我现在没有个人问题了，我想好好工作。哎，林总回来了。你好，林工，把这个月的大计划拿给我看一下。啊，好的。灭绝时代强势回归了。是啊，生不出孩子的话，被分为力量，真可怜。嘘，别瞎说。行，到时候您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。行，物业那边有什么情况啊？没有你，我来解决。哎，林君姐，哟，苏珊呢？好巧啊！是啊，我带我妈过来看房子。哎，你好。名字，您这是？我也看看房子。你们忙吧，我还有事情。好嘞，好嘞，再见，再见。那我到时候给你打电话。行，有什么需要您随时联系啊，您慢点。刚才那是谁呀？啊，我们领导的老婆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苏小姐。张经理，过来看房。是啊。啊。刚才那个林小姐，她也是来看房的吗？啊，她是租房的，已经租完了。哈，什么？她租房子？你是不是弄错了？不确定的话，我怎么会告诉你啊？我当时也觉得很奇怪，林君姐干嘛要租房子？真是胡闹！现在，你知道她手术之后一天到晚胡思乱想的，然后就说什么现在不想耽误我。哎呦，越闹越出格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哎，谢谢你啊。那我先出去了。哎，好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还真要搬出去住啊？我想让我们两个人都冷静一下，你好好想一想，同意了咱们就办离婚手续。哎，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，脑子也病了？
啊，不生的时候也是你，生的时候也是你。那我做错什么事情了？你开什么玩笑离婚？我没有开玩笑，只是你不当真而已。我当什么真？夫妻这么多年说离就离，我不同意。你想要孩子，我不能生孩子，这对你不公平。不是，那怎么公平啊？孩子没了，媳妇儿也没了，就公平了？你可以开始你的新生活呀，找一个人生个孩子，你的人生就完整了。我要的是老婆，不是要一个生孩子的机器。等你生了孩子，你就不这么想了。把握机会吧。把你个头啊！什么时候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的？不行，不能走，我不同意。你是倩倩吧？你是袁叔叔？你叫我什么？叔叔？对啊，子欣跟我说，有个姓袁的叔叔要招聘老板娘，说让我试试。不，你等会儿，你最好换个称呼，你叫我大哥、大头啊，老袁都成，你千万别让我叔叔，让我有一种犯罪感。不叫你叔叔，阿扎西。阿扎西什么意思？韩剧里的大叔呀。哦，我吧，除了我们那店里的服务员和你这年龄的女孩，我也头一回打交道。哎，你喜欢什么呀？哎，我带一见面礼儿，给你送你小礼物。喜欢我？迪哥。啊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？哎呦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导购员说的，说送不起奥迪，送迪奥，我就把它给买了。谢谢袁叔叔，老王跟子清这么长时间都没送过这么贵的礼物，肯定嫉妒死了。哎，我能坐这吗？哎，想喝点什么随便点啊，这个啊。喂。哎，我到你门口了，你出来吧。我已经离开了。以后你不要来接我了。另外，我告诉你一下啊，我已经搬出来住了。啊？你，哎呦，你还来真的？你别这么任性好不好？不是我做错什么事儿，你这么对我呀？我必须要给你腾出位置了。腾什么位置？你能不能不胡闹啊？你这多大岁数，搞什么离家出走？你在哪儿？我现在找你了，咱好好谈谈。唐鹏，我今天很忙，我没有时间跟你多说话。是这样，我给你发了邮件，我把离婚协议已经写好了，你看一看，看完之后我们再联系。哎，邻居，你别欺人太甚好不好？你。喂，喂，你疯了呀你！说真的，能力是越来越强。哎，老唐你怎么来了？林军去哪儿了？林军没跟我联系啊。今天我们没打电话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现在还是她丈夫，我有知道她下落的权利。都别瞒我，去哪儿了到底？怎么了这是？哎呀，你别着急，怎么跟林军失踪了似的？就跟我玩失踪呢，这从上海一回来就要跟我离婚。我知道他的想法是为我好，那他得问问我的想法啊。你说啊，我不同意，转身租一房子住外边去了，这叫什么事儿呢？他到底住哪儿去了？啊，不可能，他什么口风都没给我们露。是啊，跟我什么都没说呀。我跟你们说，你别跟我装傻啊，我都快急死了，我求求你们告诉我住哪儿去了呢？真不知道，要不然你赶紧给他打电话。你现在就给他打一个。不是我打了他关机呀、啊。问你们也白问，我只想。哎，老唐。林军搬出去了，难道真的要离了？林军姐也真是，有什么事两个人不能好好商量，非得搬出去干嘛？他玩的真够绝的，还给我发什么离婚协议书，这么坚决？就前面那家中介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找一下张经理。那边，时间紧，我等你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孙小姐你好，你好，又过来看房啊？不是，我今天过来是有点事儿想麻烦你。是这样，我上次在这看房的时候，有一个叫林军的在这租房，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查一下，看看他住在哪个小区？这个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有义务替客户保密的。张经理，你帮一忙，我是他老公，闹了点误会，想跟他解释一下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？这样。谁呀？谁呀？谁？媳妇儿，我唐鹏。开上门行吗？
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啊，我那个，你先开一下门，我跟你说两句话行吗？什么都不用说了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不是你先开门，我说两句我就走，行不行？啊？行了，动作够快的，都收拾好了。就站着说吧。咱没孩子当丁克时候不也挺好的？那咱继续拼事业，然后出国去玩旅游，对吧？你看这地球上还有那么多地方咱们都没去过，说好了一块儿去玩的。你不是想去非洲？咱们过完年咱们就去肯尼亚看动物大迁徙，好不好？还跟原来一样，多好啊！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了，唐鹏。我不能成为一个母亲，不能给你生孩子。我没有办法面对你和你妈妈了，我受不了了。没有人怪你，真的，这事儿你时间一长，它自然就忘了。记忆没有开关，说忘就能忘得了的，就放手吧，别再相互折磨了。没有人折磨你。我跟你在一起，我也没觉得被折磨。你包括我妈，她真是挺心疼你的，背着你这一句不该说的话都没说过，你干嘛要这么倔呀？可是我觉得我对不起你们。你不是不了解我的性格，我不想生孩子的时候，谁说我都不会生的。我现在想生孩子，吃什么苦我都要生。分开吧。我已经决定了，不管你同意不同意，离婚吧。反正我不同意，死我都不同意。那我们就耗下去，分居时间够了，就是事实离婚。哎，你别干啊！你这，你别喝了，这酒里有答案吗？我算是知道什么叫噩梦成真了，就是你努力想让一件事情别发生，结果砰的一声炸了，就在你眼前，然后就碎了，再也回不到从前了。什么叫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呀？不是这事儿你得争取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能一下就打退堂鼓。我怎么争取啊？他那理论一套一套的，我是正着来反着来都说不通的。你跟女博士理论你能赢吗？哎，你得想招啊，迂回着搞定他。我怎么迂回啊？你把你当年谈恋爱的镜头拿出来，你重新追他，不信你就感动不了他。我跟你说啊，女人一恋爱，她智商啊就成负数了，全听你的了。嘿，怪不得你把杨子清追到手呢，感情你是外表憨厚，内心险恶呀。老王，佩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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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当然。哎，你看你啊，有点钱吧？怎么到现在还打光棍啊？嘿，你看我，嗯，长得不怎么样，但是没钱，嗯，我照样追谁谁成。杨子清是一小姑娘，
那一当年那可难追多了，嗯，追他的那是一大片一大片的，哥们儿照样披荆斩棘，过五关斩六将，拿下。你老说我做事没头没脑，不考虑后果，你自己也犯这错误，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搬出来了啊，这招太狠了。我只有用这一招，唐梦才会答应离婚。我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毁了他们全家的幸福。只有生孩子才能得到幸福啊！我跟我们家老夏也生了仨，最后怎么样了，还不是一样吗？你们俩的感情才是最重要的。感情是重要，可孩子也重要。唐鹏是独子，如果我不给他生孩子的话，他们唐家就真的绝后了。唐鹏就算现在不说，将来他也会后悔的。与其长痛，不如短痛吧。离婚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，你不能光为唐鹏考虑，你得考虑一下你自己的将来怎么办。看见我们俩了吗？什么下场啊？多惨啊！离婚不是儿戏，你别装高尚啊！爱是拥有，不是放弃。有时候爱就得放弃，那是歌词里才那么唱的，你当真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你那么爱唐鹏，他要是敢真的跟你离婚，他就太孙子了，我绝饶不了他。那一要不是当年被别人甩了，你小子今天能捡上洋捞啊？哎，现在是帮着大鹏想招啊，赶紧！哎，怎么能把那林妹妹给请回来？没问题呀，嗯，老唐，你听我的，保证你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灵不灵看结果呀，让事实说明一切。行，你就甭卖关子了，你就告诉我现在我应该怎么办呢？林军现在啊是最坚决的时候，你说什么他都把你顶回来。你先慎着，别见面，别求他，让他先安静几天，把这口气缓下来，然后同时展开浪漫的故事。这怎么浪漫啊？送花。哎，老王，就是你还能想出点别的什么高招吗？哎，你还能想出更俗的招吗？你懂什么呀？越俗的招越好使啊！我保证，第二天他主动给你打电话，第三天就站在你的面前。有那么悬吗？悬不悬看疗效。你们猜猜这花是给谁的？真漂亮，肯定是给我的。昨儿跟男朋友吵了一架，道歉来了。那不一定，没准是追我的那位，最近一直没甩他，急得他呀抓耳挠腮的。你们呀都猜错了，这个花是给林工的。给我的？是啊，这里面还有卡片呢。亲爱的老婆，愿你每天开心快乐。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今天是你生日还是结婚纪念日啊？老公这么浪漫、啊、什么都不是，赶快工作。来，小金把花放到我办公室里去啊。刚才我们俩说到哪儿了？啊，说下了班去盯工地。哦，你跟司机说一下，6点钟公司下面等我们俩啊。我去不就行了？你回家陪老公去吧。哎呦，老夫老妻陪什么？真没良心！我要是你老公啊，根本都不送花，直接砸一仙人球。哪有这样天天加班的老？行了，别忘了6点钟啊。哦，知道了。哎，小姐。你好，先生。哎哎，你好，那个，那个蓝色摇机有没有？啊，有。有，装盒里边。好的，这种。哎，这桃心的好，可以可以。这个可以装33朵，代表三生三世的意思。三生三世。嗯。哎，这好。那个什么，那您给我还是送到昨天那个地方，12点以前送到。嗯，好的。这多少钱？500。好嘞，我正好，好吧，地址您有哈。嗯，好嘞，好嘞，再见，先生。啊，要有人送花了。进来，林哥，前台说这是给你的花儿。哇，太漂亮了！昨天刚送过，今天又送来，林哥。你们夫妻俩也太甜蜜了吧！啥甜蜜不甜蜜的？你们俩别乱嚼舌头啊！哦，知道了，去吧，走吧。唐鹏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知道吗？